胆还敢露头，也想杀人灭口？你说什么呢？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。你在装，你敢做不敢承认？我算是命大，被警察给救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样对我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刘三，你误会了吧？肯定不是我派人去杀你的了。哎，会不会是钱辉的人想找你报仇啊？放屁！钱辉被人宰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找我报什么仇？ 你少给我打马虎眼！你想过河拆桥，做梦！我告诉你，这事我跟你没完。你呀，你先别跟我装腔作势了。没用，你根本就找不到我。行，你等着，我找不到你，但豪哥能找到你。你这样，先别激动，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解决，好吧？你当然想把我解决了。我想你肯定是误会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说警察把你救了，你现在不会跟警察在一起的吧？怎么？ 害怕了？要不是老子不想赔你妻子，我早跟警方合作了。告诉你，你也别动歪心思找我。我现在待的地方，你跟警察谁也别想找到。我就不信警察能那么轻易的把你放了。我是受害者，警察凭什么扣我？再说金子的事儿，我一口咬死。警察拿我也没有办法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马上给我拿3000万来，就当是我的封口费。以后咱们各走各的。<笑> 3000万，你值3000万？我是不值，不过你也犯不着因为3000万把自己的命搭上。豪哥那个人你不会不了解吧？豪哥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别和我虚张声势，你根本就不认识豪哥，对不对？你要想陪我玩，咱们就试试，反正公司现在2000万也补不上，我现在是一无所有，大不了咱们一起拼了。好，我等着，你尽管试试看。你别激我。哎，兄弟啊，咱们毕竟是搭档。 有什么困难，咱们应该同舟共济，一起想办法渡过难关。不是咱们在相互猜来猜去，答应你，对，咱们见个面。我保证，帮你解决你所有困难，怎么样？你少来这一套。之前我找你见面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做的？你现在是想引我现身，杀我？我没那么傻，我现在不想跟你见面。 你说我怎么把钱给你？你马上给我汇款，我收到钱后我立刻远走高飞，我绝不会向警方透露半点消息。不对吧？你现在身边就有警察，你别一再试探我。如果你要认为这买卖没得可做，咱们大可不做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样吧，我也不能不讲情面，钱我可以给你，但是实话说，我还是不信任你，我要跟你见面谈一下。没得谈。 先别急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我明天一早就办3000万的银行本票，然后我联系你。这样，你自己选择你认为安全的任何交易地点都可以。但是前提就是我必须跟你谈一谈。三楼厕所，注意打电话的男人。你们两个跟我走。你们两个去那边找。是。 非常强。杜队，通知李威，取消行动。好。喂。李威，行动取消。 盛天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挺正常的，
几乎一天都待在实验室，偶尔去趟食堂。那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金木桥。这么说，盛天不是财神？那也不能因此就认定盛天就不是财神。盛天那边不能放松。嗯，财神一收到第三条信息，就马上跟刘三联系，说明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。他的假金肯定来源于香港，并且极有可能他是豪哥在大陆销售假金的一个分支。现在他捅了这么大的娄子，肯定害怕被豪哥发现。刘三的话恰恰又击中了他的弱点，所以他不惜冒着暴露的危险跟刘三见面以探虚实。所以我敢断定他肯定会继续跟刘三联系。就大众营的门口，我可是绝对有诚意的。有诚意就去我选的地方，也是你自己让我选的地方，怎么又突然变化了？杜队，联系一队、二队，配合抓捕。是。北安桥附近视野比较开阔，不方便布控。安排便衣在桥上以及周围的各个路口把守，让狙击手埋伏在制高点，一定要确保刘三的安全。都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明白。行动。情况，你的安全肯定没问题，你放心吧。去吧。各小组就位，各小组就位。
小组注意，犯罪嫌疑人可能持有武器，狙击手准备。你是刘三吧？是我。有人雇我，叫我把东西给你。情况不对，不要轻举妄动，原地待命。是。这是给我的。他说你知道。你不是财神。我姓赵。其他各小组，现在马上赶往西站，准备实施抓捕。收到。
他在什么地方？根据目标的移动情况，财神现在已经上地铁了。下一站是哪儿？中点站双连站。杜队，财神已经上了开往终点站双连站的地铁，你马上带人过去，守住所有出口。收到。收到，明白。李卫，你带人保护好刘三，注意保持距离，不要暴露自己。明白。继续追踪，留守的各小组注意，立刻在地铁站进行搜查。分头寻找，注意任何可疑人员。去吧。Thank you.
在桥头跟刘三见面的人姓周，是在人才市场临时雇佣的。雇佣他的人是一个戴着帽子、眼镜、留着胡子的老年人。财神之前用过的那个手机我们已经查过了，里面没有任何通话记录。看来这个人的反侦查能力很强啊，连指纹都没留下。刘三在哪儿？刘三已经被咱们的人安全送回宾馆了，确定没有人跟踪他。这次行动是我们跟财神第一次正面交锋，相信大家也深有体会。虽然我们一直没有轻视这个财神，但是这次还是出现了严重的失误。现在看来，这个财神行动非常有计划，思维也非常严密。表面上他是被动的，其实被动的是我们，所有的事情都在按照他的计划行事。哎，你们说这个财神是不是已经怀疑刘三儿跟咱们合作了？要不然他不可能花这么大力气去试探这刘三儿了。可问题是，财神从什么地方知道的？我们从头到尾没有暴露啊。嗨，像他这样的人起个疑心就够了。再说了，这种事儿又关乎他身家性命，可能不小心点。这次行动啊，咱们还是很有收获的，最起码让这个财神现形了，所以大家都不要灰心。我已经让苏梦把地铁站的所有监控录像都取了回来。这个财神自从进了地铁站之后，事情就完全脱离了我们的掌控，所以一会儿咱们回去再好好查看一下，看看我们的失误到底出在哪儿。好了，都饿了吧？咱们先吃饭，吃完饭再工作，好吗？老地方，走。催一下后厨，让他们快点。好嘞，好，那行，那还是老几样，是不是？对，行，马上。哎呀，下了一个城市能保证什么呢？这个谁也保证不了。那这太可惜了，我要在天海干下去。你可别忘了，天海警方要是抓到了财神，可就离盯上你不远了。你在威胁我吗？我不是威胁你，我是把现在的情况告诉你。听我说啊，我听你的，听你的，我听你这么多年，这一次我听一回自己的，行吗？这样，咱们都再考虑考虑，好吧？回头我再联系你。
对，我结合李威所说的那个乘客的特点，重点查了刘四儿最后一次接通电话到地铁开动这个时间段的录像，发现了一个很可疑的人。往下看，这个人从头到尾一直都没有露出正脸，但是能看出来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。这是财神最早从地铁站里出现的录像，他明明是坐地铁来的，但他却跟刘三说他是从地铁口进来的，这说明他从一开始就在误导我们。往下看，听一下，嗨，咱被财神给调虎离山了，合着他一直都在地铁站里边观察着刘三呢，咱这溜达溜达找。从录像上看，财神的行为，这应该是完全在试探刘三，不对。我个人觉得他还会再次联系刘三的，您觉得呢？毕竟现在除了警队之外，豪哥对财神是最大的威胁，他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苏沫，有没有财神的截图？我已经重新整理了一下，但是财神一直在有意地躲避摄像头，所以地铁站里稍微清晰一点的截图并不多。最清晰的一张也是像那个姓周的人所描述的那样，他是一个戴着帽子、眼镜，而且长着胡子的老年人。这个财神考虑得很全面，他肯定提前摸好了地铁监控的情况。另外，刘三很可能是我们知道财神的唯一途径，所以咱们必须全力保护好刘三的安全。是。接下来考验我们耐力的时候。作业签了个字吧。哟，小雨画的这是什么呀？你猜。小老鼠。嗯，还真棒。来，好嘞。哎，小雨，来，爸爸跟你说个事儿。哎呦喂，坐。爸爸跟你说啊，爸爸要是带你上香港上学，好不好？为什么要去香港上学啊？带你去找妈妈呀，你不想妈妈吗？那五峰叔叔怎么办啊？那奶奶怎么办？小毛叔叔怎么办呀？五峰叔叔、奶奶还有小毛叔叔，他们都有自己的事情，他们不能去，只有爸爸和小雨去，好不好？不，那我就不要去香港。小雨乖啊。爸爸，是不是我不乖了？以后我都乖乖的，我不要去香港。小雨乖，爸爸跟你开玩笑，咱们不去，小雨不愿意去，咱们就不去香港啊。今天差不多了，都收拾收拾，回家休息了啊。嗯，收拾收拾，我先走了啊。苏沫，你今儿真棒。怎么了？你看你把这个工作做得多细致啊。我跟你说啊，咱现在警队可离不开你了。哎，你手没事了吧？
没事了，不都缝针了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还好是手，要是脚的话，让我在床上躺个一年半载，我快疯了我了。哎，那也不能大意了，要是感染了就不好了。你什么时候拆线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你今儿怎么那么关心我啊？不是，我是觉得，你这也是因为我，为了救我吗？走吧，没事儿了，走。婆婆，哟，哎，你们可算出来了！你干嘛呢？磨磨唧唧的在上面。哎。你这下了班也不回家啊？表现挺好呗，怎么着想给我当司机啊？是武队和杜队给安排的，让我送你这个身残不能自己人回家。不是，说什么呢？啊，谁伤残啊？你不服咱俩训练场溜两圈去。神经病，谁给你溜啊？啊，你自己回家吧。来，这儿。哎，对，我告诉你啊。你这个病号的待遇，就能享受这几天了，你得抓紧了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大林啊，咱一块儿呗，我自己溜达溜达。这人，那个，那我回家了，我送你吧。钥匙给我。干嘛呀？拿来吧。你手不是还没好呢吗？我送你回家。嗨，我来开。没事儿，我自己开就行了。上车，快点儿。喂。一下，咱们还是见面谈。好啊，那我们明天老地方见。好。想不到吧？今天小马叔叔来接你。今天饿不饿？好不好？武队，你说这财神是不是闻到什么味儿了？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我觉得应该不会。你说这财神就再是怎么神通广大，也不可能把刑警队每个人的底儿摸那么清楚吧？不管怎么样，咱们现在只有等。回来了啊，来，吃饭了，来，快！哎呀，什么好吃的？刘总，来，一块儿吃饭。怎么又是盒饭？天天都吃盒饭，能不能换点别的呀？换什么呀？你想吃披萨？我们出警天天都吃这个。刘总，你就将就将就吧啊！快吃饭。嗯，我不吃。不吃算了，不吃。我想好了，咱们必须得撤。我以为你想清楚了，我才来的。警方现在已经知道贾金的事儿了，而且一直在追查财神，他们不会轻易罢手的。你想，刘三儿怎么会知道豪哥的消息？肯定也是从警方那儿得来的，说明他们知道了咱们的底细，迟早会查到咱们头上。
好，你呀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五方叔叔。哎，小雨，哎呦，放学了。嗯。来，送给你的啊，喜欢吗？喜欢，真好看，谢谢五峰叔叔。一会儿啊，跟五峰叔叔去奶奶家吃饭，好不好？好呀，我爸爸也去吗？你爸已经去了，正帮奶奶做饭呢。